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巴克队长的果园。哇哦，果园里面的树木很多，不光有果树，还有花草，有芦荟、苹果树、椰子树、花树，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树木。巴克队长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棵苹果树了。哇，苹果树上面结了好多大苹果，巴克队长每天都要来看一看，数一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嗯，五。五个苹果，太好了，一个也没有少。这会儿怎么突然感觉又渴又饿？也许是看到了大苹果的缘故。我要摘一个苹果来吃。巴克队长搬来了一个梯子，他准备要爬到树上去摘苹果。摘苹果，摘苹果，嘿嘿嘿！哎呀，终于爬上来了。好香啊，就摘这一颗吧。很快，苹果被摘下来了。真好吃，大苹果又香又甜，真的太美味了。现在也吃饱了，天气也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，过几天再来看看我的苹果树。这天光头强正好路过这儿。哇，大苹果树，好香啊，是谁的苹果树呢？管他呢，先摘上几个苹果再走。有苹果吃喽。可是苹果树太高了，光头强摘不着。哎呦，真是累死了，这苹果树怎么长得这么高啊？我再跳高一点，再试一试。嘿嘿嘿，哎呦，还是摘不着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我用锯子把大树锯倒不就行了吗？哈哈，光头强真聪明呀。好，可以行动了，赶快锯树砍树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嘿。很快，苹果树被砍倒了。光头强把苹果都摘下来了，他特别开心。大苹果都是我的了。可是这棵大树要怎么处理呢？最好把它运得远远的。嘿咻嘿咻嘿咻，好重。然后光头强拉着苹果走了。快点快点，不要让人发现了。这天巴克队长又来看果树。咦，我的苹果树哪儿去了？难道是我记错地方了？肯定不会的，我的苹果树就是在这儿的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难道果树长腿了？一定不是的，难道有人偷了我的苹果树？真可恶。到底是谁干的呀？这不是光头强的电锯吗？我知道了，又是光头强大坏蛋干的。光头强最喜欢伐树了，是他偷了我的苹果，伐了我的果树，我要去找他算账。巴克队长来到光头强的家，
光头强正在吃苹果。光头强，你这是哪儿来的苹果啊？好香啊！哦，是巴克队长啊。苹果，我刚刚买的，怎么了？真的是你买的吗？是不是你偷的呀？那你说我偷了谁的苹果？光头强，这是我的苹果，我的果树还让你罚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呵呵，巴克队长，我觉得你是在开玩笑。你看到我偷你的苹果了吗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光头强，你的电锯还在果园里面呢，还要我拿来给你看看吗？哎呀，真是的，电锯被落下了。哎，赶快承认吧，也许巴克队长还能原谅我呢。巴克队长，对不起，苹果是我偷的，可是因为我太渴太饿了，而我怎么样也摘不着苹果，所以只好把树砍了，对不起。可恶的光头强，你终于承认了，赶快赔我的果树。巴克队长，苹果全部都赔给你了，但是果树你要我怎么赔啊？要不我再帮你种一棵怎么样啊？只好再种一棵吧。光头强，快点赔我果树。好好，巴克队长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帮你种果树，这点小事包在光头强身上，保重，俺种的苹果树结的苹果又大又多呢。就这样，光头强帮巴克队长种了一棵苹果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果树上面果然结出了大红苹果。光头强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喽，更不要砍别人的树喽。放心吧，巴克队长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因为我会种苹果树了。我以后要种很多很多的苹果树，还要请巴克队长吃我的大苹果呢。真的吗，光头强？太好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喽。小朋友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成果哦，不要窃取别人的成果哦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